男子疑似穿着深色西装，穿着黑色短裤，穿着拖鞋就散落在快车道上。5号深夜10点多，年仅19岁的女驾驶开车经过屏东满洲新庄路，疑似下雨视线不良，当场撞上走在马路上的44岁男子。 男子疑似穿着深色雨衣闯入快车道，惨遭撞上，救护车紧急赶抵现场，将他送医救治，但伤势严重，宣告不治。当时下雨，视线不良，发现时已闪避不及，造成真男受重伤，因伤势严重，院方宣告急救无效死亡。 轿车的挡风玻璃破了一个大洞，引擎盖严重凹陷，车内满是碎玻璃，就连后照镜也整个撞断了。显见撞击力道强大。19岁的女子没有驾照，当时车上载着喝了酒的男友，还有男友的父母亲，就在男友住家附近肇事。他无照驾，在他的男友跟男友的父母。他男友喝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像说要去加油还是什么的，但是加油站已经关门了，后来就没有。 在路上就发生事故，应该是在男友家附近。女驾驶酒测值失灵，无照开车，载着男友及男友的双亲撞死了行人，吓得直发抖，恐怕难逃过失致死刑责。TVBS 新闻叶凤达，屏东报道。